家里养不起两个孩子，都快18岁了，今天你必须搬走。对不起，女儿，不是爸没用，你继母她压力也大，你以后就住宿舍。为什么生了我又不要我？难道我就不是亲生的了吗？妈，我好想你啊。小溪，我知道这很奇怪，但我没有时间解释，我还有其他使命要先离开。好好活着，在你25岁生日的时候，我会再来找你，等我。小溪，你可以叫我葡萄，记住我们25岁之日，等我。想不想吃棒棒糖？叔叔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。你干嘛？抓他！我干嘛呢？老实点！抓起来！走！哎，留个联系方式吧，我得好感谢你啊。嗯，这我孩子。谢谢啊，姑娘。对了，世上再也不会有我这样的孤儿。你没事吧？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？你认错人了，我赶时间签约。8年前，像你把人家脑，我在地球拯救过一名少女。8年后。我再次收到宇宙居民信息，等我。信息说陈小溪是我们星球的救星，为此我再次来到地球，可惜神人类身体是碰上车祸。你是葡萄吗？葡萄，你是为了来找我才受伤的吗？葡萄，你终于醒了，今天是我生日，要不要一起吃？愚蠢的生物，不配叫我葡萄，在这里叫我白景轩。愚蠢的生物，不配叫我葡萄，在这里叫我白景轩。怎么来着？我该怎么回去？在我恢复记忆前，就批准你当我在地球的跟班。我怎么还敢奢望他会像家人一样呢？怎么不愿意？当年的救命之恩，你想买账？我还是给你拿件衣服吧。小溪，根本不需要穿衣服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警告你，别打我的主意。你太自恋了，我只是想告诉你要穿衣服，但是会被别人以为这里有问题。你是在骂我？你站住！哎呀，他到底是不是我等的那个人？葡萄，为了雨莲的未来，是的，凡是和我抢葡萄的人都无敌。白景轩，你别买了，我都没钱了。哎，妹妹，
你男朋友好像不知道怎么怜香惜玉啊？啊，干什么啊？你放开！你再放开我就叫人了。叫，你叫，叫的大。哎，嗯，小妹，哎。哎呀！这女人是我白景轩叫啊，这哪是死就滚啊！我错了错了，爷爷，走走走走。啊！让我下来！啊！不行了，我要吐了。女人就是麻烦。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帮助过我。谢谢你，谢我就当好你的跟班。那你会完成约定吗？像之前那样一直陪在我身边？田小希，别太天真，当年只是为了打消你的念头，随口一说。可我就是因为你这随口一说，我才坚持下来的。我想成为你的家人和朋友，除非你是讨厌我。并没有讨厌，看你表现吧。我就知道你会完成约定的。我当我爸怎么会跟他在一起？该死的丑女人，怎么勾搭上我哥哥的？你只能是我的。找到和我气质相同的人类，开始寄生。什么东西？滚开！你的白景轩是被陈小希夺走了，让我寄生，帮你对付他。不需要你帮忙，滚开！王瑶瑶，你和我的目的是一样的。我们一起联手搞垮陈小希吧！记得呼唤我。你在干什么？你是在学怎么当演员吗？别乱学。让我工作不可能。要不是因为来地球见你发生车祸失去记忆，我会住你这麻雀大小的家。嫌弃我的表情就不用再练习了，那我们来练习一点甜宠暧昧的吧。小希，八年了，你还好吗？为什么生了我又不要我？好好活着，在你25岁生日的时候，我会再来找你。不至于吧，陈小姐，稍微对你温柔一些，你就这样，你不会真的爱了这张脸8年吧？白正轩，你个整不清是吧你？这人是谁啊？打了好几次电话。他是你这具身体的主人，白景轩的绯闻女友，很漂亮的。想不想跟他练习？贱人，把我的白龙猫还给我！哥哥，走吧。我早就该习惯一个人了，该期待他能陪在我身边。怎么这么久？我渴了，给我倒杯水来。你怎么没去住王二家的别墅啊？别墅只是去玩玩。我在地球的家在这儿，当然要回来住。王瑶瑶，以后对陈小希客气点。可是我才是你女朋友。你知道你不是，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。陈小希，我跟你没完。怎么了？吃醋了？吃醋？谁愿意跟你这麻烦精致在一起？陈小希，你怕是口是心非吧？陈小希，你得我心爱之人，就别怪我心狠，替我牺牲吧。
敢偷我手机，藏我项链。你们别过来。这什么？陈小希，等着身败名裂了。这不是我拿的。年纪轻轻不学好，你妈没教你吗？哼，你不知道吗？他妈早走了，他爸也不要他了。没有人教你，让我来教你。你确定这是你的手机？废话，你看啊，那他肯定偷了他的项链。废物，他怎么了？好像有点低血糖了，快把这个吃了。真是让人惊讶的善良。叶武，你行不行？是我的同类帮了他。给我的同类，是他在给小希下手。子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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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去哪儿了？担心什么？我怎么会有事？该死！地球人身体太弱，只用一下能力就……你跟叔叔帮我在这，我送你回家。陈小希离开家的这八年，一定经历了很多有趣的事。你说，他内心最深处的恐惧是什么？哦，懂了。我们要攻击他最脆弱的地方。交给我吧，陈小希。敢抢我的欧巴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。那等你想起来地球的使命，也许就知道为什么了吧。在我没想起来之前，我会一直保护你。那你想起来之后呢？你还会留在我身边吗？傻丫头，谁会知道以后的事情？在我记起我的使命前，我会完成陪伴你的约定。早点休息吧。姐，陈小希偷了你的钻石胸针，我找他对峙，他就污蔑我骚扰他。学姐，我是被诬陷的，你听我解释啊。奴才，别怕。做噩梦而已，睡吧，等你睡着了我再走。林总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噩梦让你这么害怕？陈小希，我已经从你的梦境里抓住你的弱点，好戏即将开始。陈小希对我们星球太重要，我不能让她受到任何伤害，得尽快查出来是谁要对她动手。喂，你没事吧？你是在担心我吗？没有，你快把衣服穿上。姐，那个扣子真麻烦。哎，我来帮你吧。丫头，今天被大家当成小偷欺负，你害怕了吧？不用担心，以后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没事，他们都是我的同事，平时对我很好的，只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想，应该是我星球的同类来到了地球，只是我还没想明白，他为什么会对你动手。
若等你想起来地球的使命，也许就知道为什么了吧。小西姐，好久不见啊，没想到你现在身材更好啦。林涛，当年给他做家教时骚扰我，不管我是钻石胸针。你干嘛？我得小心点。哎呦，我不好意思呀，这件西服可值2万多块，我怕是你几个月工资都赔不起吧。要不然你求求我呀，我帮你赔行不行呀？我都录下来了，你以为还能像以前那样欺负我吗？贱人，一肚子坏水，怪不得家人抛弃你啊！今天我倒是要帮你妈妈教教你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！要说陈小希以前在那个演员家里当过家教，两个人的关系不简单呢。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这就是你说的关系不简单。这就是你说的关系不简单。你们是怎么了？那虽然是好久不见。哎，瑶瑶姐，刚才都是小西勾引我，他非要，我好不容易才推开他。别人你诬陷我，把衣服弄坏了，然后还对我动手动脚的。你有证据吗？需要证据。哎，谁呀你？快放我进去！你谁呀？快，东西快放我进去呀！我想你从这个地球上消失。哎，不要！你只别妄想伤害我白景轩的女人。那你真快把我放下。道歉，小西姐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要打要骂随便你。对不起有用，还要警察干什么？退圈，以后不许伤害任何人。好，我退圈，立刻退圈。现在来说说怎么回事吧。是他，我会监督你退圈。无趣的。警告你们，绝对没有下次。小西，你走。该死的陈小西！我也有种能力悄无声息的破坏陈小西家的内情，正合我意。慢慢享受吧，景轩哥，我给你倒了杯水。他来剧组拍戏，很感谢我们。景轩，不能对下我们的乐队，救命！景轩，景轩哥，你就别生我气了。我以后一定跟小西好好相处。陈小西，你给我醒来！陈小西，景轩，我怎么还活着呢？傻瓜。你当然还活着。陈小希，你给我醒来。陈小希，陈山，我怎么还活着呢？傻瓜，你当然还活着。自从当年我救下你的命，你的命就属于我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你绝对不可以随便死掉。你说何什么？是因为我和你不曾之间认识吗？冷淡，这些日子你对我的照顾，
让我感受到地球不再陌生。在我心里，早已将你当作无可替代的家人。我很在乎你。与人心灵的成立，那让我们心意相通，这样就能更好的保护他。陈小希，你居然还没死！还好啦，我遇到了一个资助人，一直资助我到大学毕业。资助人，他在我最绝望、最痛苦的时候帮助了我。对了，他马上就要回国了。恩人，你可以通知白景轩来捉奸了。捉奸，不错，好点子。吴先生，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以来的照顾。客气啥？出国这几年没见，你都长这么大了，怎么了？头晕，不舒服。小溪，没事吧？我难过，我怎么也觉得我好热，是不是咖啡不对劲啊？姐，小溪，你认错人了，小溪。景轩，小溪，你认错人了。心月，好想你，心月。我是小溪。哎呦！你想死啊？滚！他们为什么都要一再针对我？对不起，都是我的原因。我会尽快找出那个折磨我的。我想回家。好，回家，回我们的家。我们的家。谢谢你，朵朵。别误会，我只是想帮你练习。哎，这是你做的吗？啊，怎么会？外卖。江湖的鸡蛋。一定没有让他知道，这是我用了一筐鸡蛋尝试后捡的最好的两颗。嗯，好吃。啊？真的？当然，这是我这八年来吃过最好吃的饭了。小溪，八年来你受苦了，我该早点来陪你。还好啦。我遇到了一个资助人，一直资助我到大学毕业。老婆是我老婆，老婆。吴先生，我是小溪。老婆，是我老婆，老婆，老婆。景轩，这是当年资助我的吴先生，他只是把我错认成他的夫人。这样，让开。他要想做什么，早就做，应该是咖啡有问题。老婆，又是几十万。我知道你是为了帮我，我们先把他抬回去吧。这才刚刚开始。心愿，心愿，心愿。老婆，老婆，心愿，我来了，心愿。心愿，烦死了。你都三天了，我要把他扔出去。要不是因为他，你早就见不到我了。选吧，选我还是选他？对不起，差点都侵犯你了。这卡里有2000万，干什么？想用钱收买他？你真是疯了！我弄成这样，我怎么出去见人？这就是你威胁我的代价，放心，你死不了。认真看监控吧。你误会了，吴先生，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我来安排捐赠，对吧？这事儿
我只信你。是你们不早点说清楚。行了，我也不在这当你们电灯泡了。记得叫我喝什么啤酒啊？嗯，你是我男朋友。放心，我会第一时间发请柬通知你。要是那2000万落到我们手里，还怕整不死他？那就赶紧安排。你刚才说要发请柬，是单纯想要气吴先生吧？真是个笨，你选吧，选我还是选他？我就知道你最在乎的是我。那你还是走吧。要成，小西，你别后悔。景轩哥，跟我走吧，我会对你好的。你看什么嘛？来的正好。小西，王洋洋有办法让你的大儿子苏醒。别跑了，爸！老婆，坏了！老婆，你干嘛？老婆，你这个废物，不仅没有毁了陈小希，还差点搭上我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这次要是再没有分开白景轩跟陈小希，就别再继承我的身体。你们继承人类，活不过三天吧？威胁我？真是个笨蛋！这次不是练习，我们正式交往吧。下次再有人欺负你的时候，我就能以男朋友的身份来保护你。他会是一时冲动吗？我怎么？你是要拒绝我？不是，只是我们之间有种族身份的差异，而且你的同类还在追杀我，万一我不在了。不会的，我不会让你出任何事，只要你呼叫我，我会立马出现在你身边。我知道你有这样的能力，只是我想再考虑一下，我先去处理捐款的事情。陈小希，我会等你主动跟我表白。希望所有的麻烦事能快点过去，就可以没有顾虑的跟他在一起了。你要的东西，干得不错。网已经织好，陈小希，不怕你怎么躲？怎么每次都有？别让我抓住你的把柄。我怎么觉得他好像发现我？没事，我隐匿了气息，他不会发现的。贪污慈善捐款，连无用捐赠款，买车买人血馒头，还晒照片的阿姨。是你，景轩，又是你的同类，是不是？我什么也没有做，他们为什么要针对我？对不起，我马上联系李南希，查清楚这件事。我和陆总，淡红的长裙，蝴蝶的头发 ，OK， 今天一定要追男成功。你干嘛？男女有别，离我远点。
大花猫，。到时候见。什么？院长，姐姐被退养了，我现在就来。孤儿院一点破事就能给你支开，哼，你怎么跟我争？葡萄护教雨兰心，葡萄护教雨兰心。从你回来以后，就再没想过。没事，你先好好休息吧。我会想办法找出陷害你的人。大家好，我叫白景轩，现在我以个人名誉担保，陈小希是被冤枉，并且希望知情人士配合我提供证据来证明陈小希的清白。大家好，我叫白景轩。我是盛祥地产的销售经理，我是杨和陈小希，并不是我们是个业主。白景轩为陈小希站台，陈小希是被冤枉，并且希望知情人士能配合。几个晚上没睡，就为了帮我澄清事实。现在，你可以放心出门了。景轩，我们交往吧。我拒绝。之前让我把你扔出去吗？赶快道歉。危险！我来向你证明，他是我的家人，也是我最重要的恋人。他只是为了救人吧？你们为什么要管我？要父母抛弃了我，要父母他们也抛弃了我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当年我就是在这儿救下了你的小希姐姐，她和你一样也是孤儿，却照样坚强地活到了现在。从此以后，我就是你的亲姐姐。我就是你的哥哥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以后不要这么沉默。你这个是和我二月份。原来你是在吃醋。景轩哥，你招呼都没打，就趁着人家洗澡的时候躲了，人家可是很伤心呢。这个礼物是我送给你的。该死的陈小希，总是抢我的景轩哥哥。为了彻底占据你的身体，我会帮你了结了他。你那些损伤，不用一次再说吧。好，一言为定，我这就找个狠角色来。什么？院长，姐姐被退养了，我现在就来。孤儿院一点破事就能给你支开，哼，你怎么跟我争？姐姐，你干什么？快下来！小希姐姐，我跟雨阳被抛弃了，就是因为他们有了亲儿子，我做错了什么？别灰心，我们会有新的家人的。骗人！你遇到了吗？我遇到了，马上让他来见你。你先跟我下来好不好？你骗人！你就是想把我骗回去，除非雨孤恩真的向我证明。我马上就让他来见你。糟糕，怎么没信号了？也许他正跟王瑶瑶在一起，不会出现吧？葡萄，葡萄，快来帮忙！陈小希，还一会儿不见，就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。这就是我的家人，弟弟。让他自己说。放开我！臭小子，害我的家人受伤，是想让我把你扔出去吗？赶快道歉。危险！我怀疑王阳被寄生了，所以才趁他邀请我的机会去他家装个监控。所以你不是真的去约会？想什么呢？子韬，你真好看，比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还好看。这么快就喝醉了？干杯！你喜欢我呢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也喜欢你。
紧急通知，现有一精神病院逃出女子持刀闯进大楼，请员工回避。糟了，子轩哥，子轩哥，都是因为你。你再碰碰试试。子轩哥，这件事儿跟你有关系，对不对？你在说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只是看你受伤太着急了，我不该对小溪动手的。小溪，你没事吧？离开远点，这件事儿我会查清楚，别让我抓到你。看来要找个能牵制白景轩的人了。想妈妈了？有妈妈的孩子真好，时刻都有人惦记着。你要么跟我和瑶瑶走，要么咱们断绝母子关系。我也给你两个选择，要么坐一会儿再走，要么马上走。让我坐一会儿。儿子，妈想吃小龙虾了。啊，我去买。端好了，我来给白姨倒。儿子，白姨，就连给您倒杯水都这么娇气，以后怎么做您儿媳妇呀？哼，惹上2000多万的官司。又莫名其妙的被人拿刀捅，这么多事儿的儿媳妇，我可不敢要。听说她17岁的时候就被家里人赶出家门，指不定品行啊有多大问题呢。是吗？来，给妈倒水。儿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瑶瑶，你好不好？有妈妈的孩子真好，时刻都有人惦记着。我在雨兰星也惦记了你8年了。你能回来我很开心，手还痛不痛？好了，昨晚关键时刻我们都醉了，想不想重温一下？你不是不想和我交往吗？那是相亲女为妻，想给我的女人一生一世的承诺。不许反悔。我用雨兰心的灵魂起誓，绝不反悔。儿子啊，今天你要么跟我和瑶瑶走，要么咱们断绝母子关系。来，给妈倒水。儿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瑶瑶，你疼不疼？刚才他就是这么烫小溪的。儿子，你乖，我跟你说，哎呀，我就是不喜欢他。你说吧，今天你是要我这个妈，还是要他这个外人？断绝关系是吧？行了，我告诉你，他不是外人，他是我的家人，谁都改变不了他。今天如果不跟我回去，我就死在你这儿。哎呀，葡萄，你从小就失去了妈妈，你虽然不是真正的白景轩，可是你占据的这具身体是他的儿子，你对他好一点行不行？行了，别装了，跟你回去。儿子，咱们好不容易才摆脱了你那个赌徒的爸爸，你就别再去招惹那个总惹事的陈小溪了，好不好？吃饭你吃饭。来，你倒杯饮料。好好好。怎么有点晕呢？没事吧？休息。大洋洋，杯子里放的什么？今晚你是我的了。小溪，妈有话跟你说。小溪啊，对不起，阿姨错怪你了。都是被那个王瑶瑶骗的。没事，阿姨，误会解除了就好。小溪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你
是谁？叶武，应该杀了你！这可是你最爱的女人的身体，你是要杀了我，还是要杀了她？他为了保护 你，自愿让我在他的身上。好，男性角进入冰封期了，地球是唯一的希望，那必须要他们这些代代女人前来相生。陈小希，我数到三，你再不行，我就捅死我自己。一二，捅死我！三，不要救我！说，追杀陈小希的寄生体是不是你？什么寄生体？我不知道。我是王瑶瑶啊，景轩哥。果然被发现，还好业务的计划周密。白景轩，你是万万想不到的。不承认，哼，没关系，他三天内不回到你的身体，就会死了。儿子，瑶瑶，你们在哪儿？在家。你们怎么也不知道关门啊？看看吧，这就是你挑的好媳妇儿，在我们饮料里下药。啊！你怎么可以这么害我们母子俩？我只是太喜欢景轩哥了。不要脸，你不配！小希，妈有话跟你说。小希啊，对不起，阿姨错怪你了。都是被那个王瑶瑶骗的。没事，阿姨，误会解除了就好。小希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他救我！该死！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你，卷进我们星球的斗争中。行，我决定了。我要得到你的全部。等等，业务是为了地球的资源才来的，你该不会帮助雨兰星攻占地球吧？放心，我的女人在我心中是第一名。哦，开门啊！开门进去。你的母亲在。妈，你开门啊！他怎么每年这么时候都会发病？开门。一会儿就走。我好想你。妈，给我开门啊！妈，你让死鬼妈在医院，你别叫我们鬼哭狼嚎的。别说了，好吗？你干什么去？走开！小希，他学习了感情。终于成功了。对不起，小希，如果爸爸给你开门，就不会设置这里。对不起，小希。你在冷漠害死了他。长明，打我，你打死我！好去把你在天使大母亲那种的东西，滚！是，爸爸，对不起，滚！放心，我的女人。在我心中是第一。
白景轩已经和秦有思结合了。你把我杀了他，就是杀了秦有思。现在我的力量被封印住了，杀他们没有那么容易。白景轩已经背叛了你的心，我们必须封印。答应过我不会杀白景轩哥哥，否则我就咬舌自尽。好，我保证不做白景轩。我想想，有了。总统，这是来自母亲的机密信件。陈小七是阻止我们星球灭亡的关键人物，但是一定要记住，千万不能和他相爱。小七，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，当我女朋友吧。我没办法接受你的话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你又没结婚。那我还有追你的权利啊。小七没死，看到了成功扭转的时候，可现在却多了一个情敌，真是。景轩，景轩，你好，我叫聂言。看样子这就是小七喜欢的人吧。你是谁重要？这是我们公司法务部的同事聂言，这是母公司的主推议员白景轩。你刚才应该还不熟。别跟着我，景轩，我有事要办。虽然你们是否复活了呢，但现在硬核没有抓住。刚才女士不允许我和小西恋爱。小西，要不咱们先去吃点东西吧。小西，我会扭转时空拯救你。虽然等接近的人我可能会死，是没有的。这个世界根本不值得我留着。为我所爱，你来心里不足，至死。原来是你让小溪的梦游症加重，抓住你了。这是哪儿？景轩，不要杀呀！闭嘴吧，你这个卑贱的地球人！杀了我吧，这样你这个杀人犯就可以和我一起统领地球。小溪，只有杀了他，才能保护你，哪怕会从这个时空里消失。在所不惜。没想到你居然动用了禁忌的力量，太好了，那就借着诅咒一起占领地球吧。虽然你们是否复活了呢，但现在硬核没有抓住。刚才女士不允许我和小溪恋爱。小溪，要不咱们先去吃点东西吧。葡萄，你干什么？真是的，怎么耍小孩子脾气？快过来帮忙抬人啊！你死不了。葡萄，你怎么了？葡萄，你怎么了？葡萄，你醒醒！喂。很遗憾的通知你，白景轩这种植物人的状态已经没法进行手术了，你要随时做好病人无法醒来的心理准备。怎么可能，聂言都醒了。他们情况不一样，我们已经很努力了，抱歉。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新的愿望就是能小心带你往外面地球，好好看看这个世界。你说过，以后每个生日都会陪在我身边，和我一起过的。你怎么来了？快吧，拿个苹果嘴，快！这是你来生的真爱契约，可以救活白景轩，还不抓紧？坏了。
他已经和别人立下契约了。原来邱景轩这么简单。葡萄，你终于醒来了。你们居然有了契约？有事。叛徒，你休想！我有话对你说。你先别说，我先给你补充点能量。我杀了这个叛徒！姑娘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要是计划没有九天不行。他对我毫无用处，把我的身体留给我。不行，你跟我回去。那我的力量太可怕了，我们也没办法控制他了。景轩哥，怎么办？我会杀了你的。哎，你怎么不坐下休息？快躺下，待会儿做好饭了叫你。今天啊，好好庆祝一下你出……嗯，我们分手吧。是不是业务威胁你了？你说出来，我们可以共同面对的。我恢复记忆了，我们相爱就是一场错误。可是我已经怀了你的孩子。把孩子拿掉了。白天山，你再说一次，这可是我们的孩子。我记忆恢复了，我来地球救你，陪着你，都只是因为你能拯救我星球而已。所以这些日子的陪伴都是假的，你就从来没有爱过我。是。你当真对这个孩子一点都不在乎吗？一点也不。对不起，小溪，我看见了，我很夸张，为了不让你伤心，只有和你分手。立超检查，跟我走。不是叶玉超吗？这是。王瑶瑶，陈小希，这一次你不给我，快救救我和孩子，快救救我和孩子。葡萄，我就知道你是爱我和孩子的。业务心更加复杂，必须杀了他以绝后患。葡萄，我控制不住我的双手，救救我和孩子。放开他们，冲我来。葡萄和我一起统领地球，我就放过他了。我答应你。无耻！为什么看到陈小希这个样子，我没有那么高兴呢？我和他已经没有办法达成一致。下一站不是他就是我亡。小心谨慎，我要照顾好你。病人暂时脱离危险，但是孩子没保住。这个车我一定会报。叶无杀了我的孩子，今天就让你偿命。这个叛徒爱上人类，背叛你的心。杀了他，完成寄生移民计划。
虽然你很强，但是你完了。怎么回事？景轩哥，快把叶武从我身体里抓出来！王瑶瑶，你居然还有意识！你怎么来了？身体还没有恢复，我不是让你……我想来帮你。如果你在这儿死了，我也要跟你死在一起。景轩哥，还没死，是我。景轩哥，小溪，对不起，我一直在做伤害你们的事，我就又死了，你们能原谅我吗？你会好的，景轩哥，你能抱抱我吗？一直以来，我都想让你抱抱我。葡萄呼叫雨兰心，葡萄前甲。我决定放弃生命，护送能源回雨兰心。收到，三天后我们将用流星雨为你点亮整个宇宙。快看，那是我们星球附近的流星。我知道，那是你回家引路的信号。你是不是要离开了？早知道当初就不答应给你找能量源了。对不起，我爱你，但是我必须要离开，让我帮你消除有关我的记忆。不，我不要，不然我怎么放心离开？那你就不要走。小溪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你是谁？给你看看我的记忆，马上你就知道了。哎呀，这到底是不是？这个女人是我白锦深照，马上你就滚！啊，我错了错了，爷爷说不住。女人就是麻烦。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帮助过我，谢谢你。陈小溪，你给我醒来！这些日子你对我的照顾，让我感受到地球不再陌生，在我心里，早已将你当个无可替代的家人。然后，他就像是有了两姐妹。知道了，我去选择好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爱的人不是现在的我。当然，还是很感谢你刚刚救我。你站住！这次我要让你照死。心儿也不好了，白先生从病房里消失了。怎么会？他都已经昏迷这么久了。葡萄，我知道你回来了。为什么不出来见我？哎，你要再不出来，我就真的不等你了。戏演的好假，这么远才能看到你几次，真的不跟你讲。见，但要走。小溪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嗯。早安，老婆。我们结婚啊。那你知道我也太容易了吧？容易？八年，八年啊，
我这八年是怎么过来的。怎么后悔？嗯，后悔娶你太晚，不然早该生亚裔女了。讨厌。还有更讨厌的。哎呀，我的外星人老公想家了。其实也没多想。怎么来地球还学会口是心非了？答应你，等孩子五岁的时候，我们就陪你回雨兰星探亲。你怎么这么好？我就是这么好呀。葡萄呼叫雨兰星，我在地球的爱人准备跟我回雨兰星探亲。葡萄想家了。有你们的地方就是家。快了，回雨兰星指日可待了。让我再睡会儿。好，知道知道。我们葡萄为了带宝贝孩子和宝贝老婆回家探亲，动用了超能力，现在很累。那我给你补补。那我还有力气。害老婆的力气永远都很充沛。可我养孩子们还没睡呢。那我用超能力让他们睡着吧。